友金小钟稳交六年，一直都是被粉丝催婚的 CP 之一。没想到在过年期间真的传出好消息了。三日他们在 IG 无预警秀出无名指上戴着宝石对戒双手交叠的影片。Tone 率先写下 Marry Me， 泫雅则是感动回应当然是 Yes， 宣布求婚成功。两人的对戒也因设计太特别成为注目焦点。日前制作这对戒指的设计师就在 IG 公开了几张设计图，并用英文韩文写下幕后故事，透露戒指是专属这对爱侣的独家定制款。是 Tone 来到我的工作室讨论了一个多月的设计，从蛋白石到七颗七彩钻石都是由他亲自挑选。至于为何不选择钻石当主石，是因为蛋白石是泫雅的最爱，也象征两人之间真挚不渝的爱，可见 Tone 超级用心。而关于价钱的部分，设计师则表示两只戒指的价格可以支付一整年的房租。看着两人走过封杀、出手经纪公司等舆论，到现在的修成正果，完全替他们感到太开心了。